是我。因为我是昨天问他有来有吗？来有我才出来动，没有到不停跑出去搞屁。老板娘带他女儿来打包吗？嗯、奇怪，我讲，这个女儿没有读书，睡迟了。我讲哈，披风啊，要写信的哦。是咯，写睡迟了咯，不然要怎样？啊，女儿脸都黑掉，很严的嘞，披风。嗯、你讲这边没有给信啊？有时老师没有去管。几好睡啊，早上他讲觉都不醒，我都懒得他讲早上下降大雨了，又塞车，我要觉不醒就起来了。所以我就讲哇，可以疯了，我讲要写信的，我知道写睡迟了，他会的吗？我签名他妈会啊，妈妈讲我签名他妈会，他放松，他妈妈见面还要他妈会。我就讲那个电话，活都没有这样快到啊，还要是不是还想全满缺货？还想。哎，到了他会准时的啦。哎呀，又不是不认识。真的，所以我就跟他讲，我不用紧了，我讲都有电话用了，是讲。政府推这个 package， 但是这个货又没有啊！哈，Samsung那个也是缺货，但是没有这样多人拿Samsung的，那个老牙了，那个。